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跟大家小解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这里就是打，打是一款的动作，意思就是砍掉的，或者是架掉的。像咱常常讲打无打亡，另外拍在人的身躯，也当讲是打在人的身躯。那是做名词，就是讲用来遮、用来砍的物件，像咱讲棒打。啊，那文音读作倒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，头一个就是网打，这是一款用来吃网啊捏条的，网啊就无多挖过来给人家。第二个词就是打网，这个意思就是规个拢是砍网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记咧，把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要去这个山区来野外露营，网啊真高，都爱记咧穿网打。另外，早暗开打网，若是要塞车过，或者是要离开，拢爱特别注意安全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打。另外一个文音读作“斗”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